交谈了有半个多小时，反正，董先生呢，应该说一生对整个中国陶瓷的研究呢，有很深的道理，包括我们所谓的空白期这三朝瓷器呢，他也有他的独到的见解，啊，独到的见解。董先生最有影响的一部著作就是《明清瓷器鉴定》，啊，这部书最开始印的时候是上下册绿淡绿色皮的，明代一本，清代一本，中国文物总店出的。后来90年代把它合订成了一本叫《明清瓷器鉴定》，不过那时候叫紫禁城出版社，跟这个香港的那个梁木出版社合作出版。这个书呢，现在买不着正版，网上卖1000多块钱一本啊，那都是盗版。可惜因为当时因为版权的问题，这个书还不能再版，非常麻烦。但是盗版非常厉害，有卖1000多的，盗版质量好；盗版差一点，有卖80块钱的，我也见过有卖的。这个书买不着正版，可以这么说。要是真正有正版，也是价格非常高的。我想我们学习明清瓷器啊，首先呢，这部著作是大家都应该认真的爱读的啊，认真爱读的。那么他在《明清瓷器鉴定》这一书当中谈到，说这一时期和这一时期，就是指正统、景泰、天顺这三朝，这一时期瓷器生产的面貌，始终使人有混沌和迷茫之感。这是他的原话，混沌和迷茫之感。因此呢，这三朝呢，也成为我国明代陶瓷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特殊时期，所以被陶瓷界呢称为空白期、空白点儿，也有人把它叫做黑暗期。什么意思啊？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搞不清楚，它的面貌不清楚，所以说有这个词儿啊。但是我们检索一下明代文献，可以发现景德镇在这三朝，无论御窑还是民窑，均未停止烧造。比如说正统6年、景泰5年、天顺元年、天顺3年、天顺8年等，从文献上都可以查到，景德镇御窑和民窑均烧造过瓷器。那么从实物来看，窑址、墓葬、遗址、沉船等，均发掘出土或打捞出水过这三朝的瓷器。随着所搜集文献资料和考古发掘所获得的实物资料的不断增多，那么有关这三朝瓷器的研究呢，不断的深入。可以说，从以前人们不认识到现在，它的面貌呢，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以下呢，我就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文献记载当时的历史背景和考古成果，再结合我自己35年从事古陶瓷研究的心得，谈一谈呢对这三朝瓷器特点的认识，不妥的地方呢还请大家指正。第一个，我先谈一下有关正统、景泰、天顺这三朝瓷器烧造的文献记载。大家知道吧，文献记载是研究古陶瓷的第一手资料，历来受人关注。因此呢，有关这三朝瓷器烧造的文献记载更显得尤为重要。那么有关这三朝瓷器烧造的文献主要见于明史、明实录啊，主要见有明史、明实录、江西省大志陶书。这个江西省大志陶书啊，很多以往出版的著作，还有一些人写论文的时候啊，都写成江西大志。这个省字儿不能省略，它不叫江西大志啊。我经常讲这个口语啊，跟变成文字啊，我们一定要区分开。你口语平时可以讲江西大志，你能听懂了就明白了，你明白我明白就行了，省略可以的。但是变成文字，尤其是写论文什么的，不能省这个字啊。变成文字写论文，尤其是写论文，多一个字不行，少一个字不行，是什么就是什么。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学术态度，不能省。好多人都写成江西大志，你看吧，去翻吧，啊，这是错误的啊，它不叫江西大志，是叫江西省大志，陶书，王宗穆写的啊，还有豫章大事记等，
主要见于这首文献，有关这三朝瓷器的少少的记载。比如说《明史》卷八十二至第五十八十或六句记载说，正统元年，浮梁民进瓷器五万余，常以钞进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诸瓷器，违者罪死，违者就是死罪，禁止私造。正统元年就是1436年。还有《明实录》英宗睿皇帝实录卷二十二记载说，正统元年九月乙卯，江西浮梁县民陆子顺，这个人叫陆子顺，进瓷器五万余件，上令，就是皇帝命令送光禄寺充用啊，赐钞长其值，就是给他钱，看他值多少钱就给他钱啊，给他啊，就定是买来的了，就定啊。还有《明实录》英宗睿皇帝实录卷四十九记载，刚才是卷二十二，卷四十九记载说，正统三年十二月丙寅，命督察院除榜，进江西瓷器窑厂烧造官样青花白地瓷器，与各处货卖及馈送官员之家，违者正犯处死，全家折续口外，就是发配到偏远的地方啊。正统三年就是1438年，刚才是1436年，这是1438年啊。还有正统六年，就是1441年，北京紫禁城呢，大家知道重建三大殿，三大殿在明代大家知道是叫奉天隐身华盖，清代是叫太和中和宝和啊，在明代不叫太和中和宝和啊。三大殿这个工程完工，所以《明史》呢卷八十二至第五十八十或六就记载，宫殿告成，命造九龙九凤善案诸器，既又造青龙白地花缸。王振这个太监啊，王振大家知道很有，后边我会提到他，很有名的啊，这个太监，但是不是好名声啊。以为有问，问啊就是威烈，这个字啊，这个字比较复杂啊，问就是指威烈，幽指尤其是指陶瓷玻璃等器物上出现的裂纹，就是叫问啊。迁锦衣指挥帐提督官赤中官往都更造，中官就是太监啊，到这个这来督造，就是三大殿完工以后，就是正统六年，这条记载很重要。还有《明实录》英宗睿皇帝实录卷七十九还记载说，正统六年五月己亥，行在光禄寺奏，新造上用善亭器皿共三十万七千九百余件，这个数量很大啊。除令南京工部修造外，其金龙金凤白瓷罐等件令江西饶州府造，就让景德镇来造。朱红善盒等件令行在营善所，这个营善所是什么呢？就是官掌管营造的啊。洪武二十五年制，就是令行在营善所造从之，就是雍正皇帝啊批准了啊，批准了。正统六年就是1441年。还有《明实录》英宗睿皇帝实录卷八十四还记载，正统六年十月丙戌，行在工部奏说，宫殿新城奉旨造九龙九凤善桌等器，这个桌当时写成这个桌了，应该是这个桌。臣等奏准，令工部及江师饶州府料造，今屡迁官催礼皆未完，就是屡次派太监呢去催办，一直没有烧完，请治其官吏，请啊治其官吏怠慢罪，就是耽误事儿了啊，一直造不完，请治他怠慢罪，
上曰英宗皇帝说什么呢？说姑速之，姑且呀、啊，饶就是宽恕他，仍促使完，仍然要这个督促他呀，把这个事儿办完，不完不佑，不完呢不佑就是不宽恕，宽恕的意思。正统六年呢，就是1441年。还有《明实录》《英宗对皇帝实录》卷86记载说，正统六年闰11月己丑，巡安福建监察御史郑勇等奏琉球国通事沈志良使者阿普斯古驾船载瓷器等物，这个船呢就是载的是瓷器等物，往爪哇国买胡椒苏木等物，至东影山遭风尾折，进港修理，妄称进贡，就是假的大宝说呀是来进贡，今已拘收人船，将前项物货并护船器械发福州府大储库收顿听候。上曰，英宗皇帝说了，远人一家辅随，就是远方来的人啊，应该怎么说呢，对他们有一种安抚啊，让他们这个怎么说呢，不要去责怪他啊，就是要安抚他们，况遇险时所有可亲敛其，亲敛其悉以原收器物给之，就是把原来收缴人家的东西啊都还给人家，听自备物料修船，完日催促启程回还本国，修好船又让他们回国，就很有志的。对，英宗啊，朱祁镇看来这个人还是有很宽的这种胸怀。这条记载也使我想起来永乐时期也有外国人在中国不顾禁令到饶州府，而到这个处州府到龙泉那儿去私自卖瓷器，后来被告发了。永乐皇帝当时这是触犯大明的这个法律的，应该治罪的，永乐皇帝也没有治罪。永乐皇帝说什么？说远方之人单知求利耳，说这是远道来的外国人啊，就知道利益而已，就是他哪知道什么法令不法令啊，就没有治罪，也没有治他们的罪。看来这个明初啊，这些皇帝还都有很宽的这种胸襟啊。哎，《明实录》《英宗对皇帝实录》卷158还记载，正统12年9月戊戌，晋约两京并陕西、河南、湖广、甘肃、大同、辽东沿途异地镇店居民、客商人等，不许私将白地青花瓷器皿卖与外夷使臣，就是卖给外国人的使臣，不许啊，有禁令。正统12年，就是1447年了。还有这个《明实录》《英宗对皇帝实录》卷161还记载，正统12年12月甲戌，晋江西饶州府私造黄紫红绿青蓝，你看很多品种白地青花等瓷器，命督察院绑于其处，有敢仍冒前进者，首犯凌迟处死。凌迟处死这个非常严的啊，记其家资，兵难充军边位，男儿啊要把他发挥到这个很远的地方，边境那边去充军，知而不以告者连坐，知道不告的人连坐也要治罪。正统12年，就是1447年。还有明代郭子章《豫章大事记》记载，景泰5年5月，检饶州岁造瓷器31，这说明当时景泰5年的时候，景德镇这个担负的烧造瓷器的任务也是非常重的，要不然不会减1/3啊，烧不出来啊，烧这个完成不了啊，这个下达的命令啊，所以要减少1/3。景泰5年就到了1454年了。再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明代嘉靖王宗穆反修明万历，入办该
曾纂的这个江西省大志草书建制这一条序载啊，说天顺丁丑，仍为中官少造。那天顺时候，天顺丁丑就是天顺元年，仍然派太监到景德镇去督造啊，督造瓷器。那督造肯定是御用瓷器了啊。这个江西省大志草书啊，国家图书馆有，我原来还花钱复印过啊。这个我们现在以往好多引用的里边这个文字都有很多错误啊，这个江西省大志草书是一上本书，国家图书馆的啊。还有《明实录》《英宗瑞皇帝实录》卷309载，说天顺三年11月乙未，光禄寺奏请与江西饶州府烧造瓷器共133,000有余，这个数量也够大的啊。天顺三年，公布以饶州民艰难，就是饶州老百姓啊，因为烧瓷啊弄得穷困潦倒，艰难，奏减8万，请求呢减少8万，从之。皇帝呢答应了，啊，138,000有余减去8万，还剩53,000，啊，太大了这个数量，烧不出来，啊，完不成。还有《明实录》《宪宗淳皇帝实录》卷一记载，说天顺八年正月乙亥，上即皇帝位，就是这个明宪宗啊，这个即位，四日早，遣太保会昌侯孙继宗告天地，皇帝即位了，就要去。因为过去说皇帝是天子啊，当了皇上都要去告诉这些神旨啊，不是随随便便的啊。其中要告天地，广宁侯刘安告太庙，祖宗啊，还要他告诉啊。怀宁侯孙唐告社稷，啊，上亲告孝恭张皇后几宴，就是皇帝啊亲自去告什么的上。孝贡张皇帝几宴，大行皇帝几宴，夜见母后，必出御奉天殿即位，就是到奉天殿即位，命文武百官免贺免宣表，只行五拜三叩头礼，啊，遂半朝大赦天下，啊，就是讲宪宗淳化当了皇帝以后，啊，淳化皇帝，啊，这个当时。这个当了皇帝以后啊，接着下诏曰：说洪威我祖宗，但应天命，召开帝业，为生民主几百年矣。于正月22日，知告天地，宗庙社稷，即皇帝位，其以明年为淳化元年，大赦天下，与民更始，所有何行事宜，条例以后。啊，条列以后，这里边列了好多条啊，其中有一条就是，我们主要是关注这一条：江西饶州府、浙江处州府建差内官代笔烧造瓷器，就是差去啊，派去在这两个地方督造瓷器的太监内官嘛啊，诏书到日，除已烧完者，诏数其解，除了已经烧完的诏数，把它解运到京城来啊。其解就是解运，未完者悉皆停止，差委官员即便回京，违者罪之。天顺八年就是1464年，就说明天顺八年的天顺八年的时候还得烧到瓷器，这也证明这个对不对，哎，还得烧到御用瓷器，要不然吧，我给淳化皇帝啊，淳化元年，淳化皇帝就这一年就是淳化元年啊，淳化还这样办差去的宦官，即便回京，叫他们招回来，啊，就证明这个。好，我这举的这个这一条片记载。那么这些记载呢，主要涉及朝廷下令禁止私造瓷器，饶户向宫廷进贡瓷器，皇帝派宦官前往景德镇督造瓷器，皇帝下令烧造瓷器，皇帝下令不许私将瓷器卖给外国使臣。官员请求减少瓷器烧造数量，淳化皇帝就朱见深
即皇帝位遗使下令停止烧造御用瓷器等，这是文献，主要是这些内容，对吧？我们上面也这是文献。那么虽然这三朝景德镇御窑和民窑均曾烧造瓷器，既然这三朝景德镇御窑和民窑均曾烧造瓷器，从文上面这个文献记载来看，那就应该有实物传世，对吧？哎，尤其是瓷器这个东西，我经常说，其实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当中啊，陶瓷器是最重要的一个门类，最重要的一个门类。我这么说啊，不是因为我研究瓷器，我偏向，是有根据的。第一，陶瓷器历史悠久，我们中国陶器的烧造啊，现在定论的有20000年左右的历史，就是江西省万年县大源乡的仙人洞遗址出土的陶片，碳十四测定年代，有20000年左右的历史。陶器历史悠久。第二，瓷器，我们从原始瓷算，有将近3000多年的历史。从真正的瓷器，我们现在大家公认的东汉算起，有1800年的历史，历史也悠久。这是第一。第二，不管陶瓷还是瓷，从出现之日起到今天为止，它的烧造没有间断过，历朝历代都在烧造，连续性好，就是它烧造生产的连续性好，比其他任何的都好，任何的其他的物质文化都好。第三，产量大。我不知道现在哪一种东西还能跟中国古代陶瓷器的数量相比。光故宫博物院，我们现在有186万件的文物收藏，陶瓷器占多少呢？完整器占了36万件，陶瓷器186万件的文物当中，我们有25大类的文物，陶瓷器这一类占了36万件。我们还有数千件的实物资料，还有数万片的窑址标本，这是数量大。第四，影响大。中国瓷器，中国陶瓷器从唐代开始大量外销，先是亚非地区，主要是明代中期大航海时代到来以后，就主要大量开始销往欧洲，每年的数量数以百万计销往欧洲。明代中晚期开始，啊，正好现在在咱们上海历史博物馆，我昨天也看了这个展览，搞得也很好，啊，两个瓷都是吧？啊，德国的曼斯，中国的景德镇，刚看这个展览，你也可以会有这种体会。我不知道现在世界上哪一个综合性的博物馆说没有收藏中国陶瓷器，那不可能的，所以它的影响大，还有。第五个特点更重要的是陶瓷器啊，它耐腐蚀不怕火烧，这是其他好多不能比的。你书画一烧没了，埋在地底下会烂掉，是吧？漆器木头的这种东西也会烂掉，或者一火一烧没了。金属器会耐腐蚀，陶瓷器它有个特点，耐腐蚀不怕火烧，埋在地底下，在血液里边沉在血液里边，几百年上千年打捞出来一个新的一样，即使碎成碎片，挖出来了。还跟新的一样，它不被泯灭掉，其他东西能比。所以这五点约定了，我认为中国陶瓷啊，是最中国物质文化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门类，所以大家要重视它，要重视它。但是这三朝呢，天灾人祸不断，使得朝廷呢无暇呀，悉心顾及御用瓷器烧造。这三朝。正统景泰天平的话，天灾人祸不断。好，下面我就介绍一下正统景泰天平瓷器的天灾人祸。从文献记载来看，正统景泰天顺这三朝呢，属于明代历史上的多事之秋，可谓天灾人祸不断发生。天灾方面，我简单举些例子：水灾、旱灾、蝗灾频发。比如说水灾，明史卷二十八至第四五行一水之水疗记载说，正统元年闰六月，顺天、真定、保定、济南、开封、张德六府巨大水。二年，凤阳、淮安、扬州诸府，徐、河、滁、驻州、河南、开封，四五月，河淮泛涨。
挑居民合驾，九月合决阳武元武兴泽湖广沿江六县，大水决江堤。三年阳武合决，武至沁决，广平顺德张决，通州白河邑。这是正统元年。正统四年五月，京师大水，坏官舍民居3390区，顺天真定保定三府州县及开封卫辉张德三府俱大水。七月滹沱沁张三水拒绝啊，坏饶阳县县卫辉张德堤岸。八月白沟浑河二水溢，决保定安州堤。苏长镇三府及江宁五县聚水，溺死南夫甚众。九月滹沱复决深州，淹百余里。五年五月至七月，江西江邑河南河邑。八月潮决萧山海棠。六年五月，四州水溢丈余，飘卢舍。七月白河决武清，火线堤22处。八月宁夏九雨水泛，坏屯堡墩台甚重。八年六月，归河决固安。八月台州松门海门海潮泛溢，坏城果官舍民舍官亭民舍军器。九年七月，扬子江沙洲潮水溢丈，高丈五六尺，溺男女千余人。闰七月，北济七府及应天济南越州嘉兴湖州台州巨大水，河南山水灌渭河，没渭辉开封怀庆张德民舍，坏渭所城。十年三月，洪洞粉水堤决，移至普润邑，以远其汉。下福建大水，坏延平府渭城，没三县田河民舍，人畜漂流无算。河南州县多大水。七月延安渭大水，坏护城河堤。九月广东渭所多大水。十月合决山东金龙口阳谷堤。十一年六月，归河地固安两地浙江河南巨连月大雨水。四岁太原兖州武昌亦巨大水。十二年春，赣州临江大水。五月吉安江涨淹田。十三年六月，大明河决淹300余里，坏卢舍20000区，死者千余人。河南济南清远东昌亦巨河决。七月宁夏大水，河决汉唐二坝。河南巴蜀口决漫曹浦二州抵东昌，坏沙湾等堤。十四年四月，吉安南昌临江聚水，坏坛庙卸舍。这光是正统这一朝水灾。景泰天顺两朝呢，水灾仍然频发。我这就不因为时间关系啊，就不一一给大家详细说了。景泰天顺两朝照样是，你查一下明史就知道了啊。旱灾，明史卷30至第6，五行三，金土之衡阳载。正统二年，河南春旱，顺德兖州春夏旱，平凉等六府秋旱。三年，南冀浙江湖广江西九府旱。四年，直隶陕西河南及太原平阳春夏旱。五年，江西夏秋旱，南冀湖广四州府五州卫各一，自六月不雨至于八月，连续三个月不下雨。六年，陕西旱，南冀浙江湖广江西州府县十五春夏并旱。七年，南冀浙江湖广江西府州县卫20余大旱。十四年，湖广旱。十一年，湖广及重庆等府夏秋旱。十二年，南冀及山西湖广等府七夏旱。十三年，直隶陕西湖广府州七夏秋旱。十四年六月，顺天保定河建真定旱。这是光正统这一朝。景泰天顺两朝旱灾仍然是频发。时间关系，我这有个赘述了啊。蝗灾，
宁石卷二十八至第四五行一水之黄南载，正统二年四月，北寄山东河南黄。五月夏，顺天河建真定、顺德广丁、应天、凤阳、淮安、开封、张德、兖州黄。六年夏，顺天保定、真定、河间、顺德广平、大明、淮安、凤阳黄。秋，张德、魏辉、开封、南阳、怀庆、太原、济南、东昌、青莱、兖登、祝福及诸府及辽东、广宁、黔、中屯二位黄。七年五月，顺天、广平、大明、河间、凤阳、开封、怀庆、河南黄。八月夏，两济黄。十二年夏，保定、淮安、济南、开封、河南、张德黄。秋，永平、凤阳黄。十三年七月，飞黄蔽天，可以想象出来，蔽天遮日的。十四年夏，顺天、永平、济南、青州黄，就光是正统这一朝。景泰、天顺两朝蝗灾仍然频发，时间关系我这儿也不赘述了，给大家再详细讲了，大家可以翻明史看一下。另外呢，正统、景泰、天顺这三朝饥荒、瘟疫、地震等灾害也不断的发生，看看明史就知道了啊。这是天灾方面。第二个是人祸。随着朝廷对农民剥削的日益加重，东南部相继发生叶宗流、邓浩奇领导的农民起义，西南部则发生武川宣慰史思、任发发动的对抗朝廷的叛乱，北方则有迅速崛起的蒙古瓦剌部不断的侵扰，尤其是这个蒙古瓦剌啊，这是一个明朝的一个心头之患，不断的侵扰。所以正统十四年，就是1449年八月，22岁的正统皇帝朱祁镇，这年他22岁，还是个小伙子，22岁啊，在太监王振，就前面提到这个王振，他的唆使下，率明代军队亲征蒙古。皇帝亲征在古代这是大事儿啊，一般的情况下皇帝不会亲征的，就是派武将啊去打仗就行了。皇帝亲征这不是个小事儿啊，在土木堡与瓦剌蒙古呢交战，明军大败。王振战死，朱祁镇皇帝被俘虏了，很耻辱的一件事情啊，被蒙古人给抓走了，这就是著名的土木堡之变。这是明英宗朱祁镇的一个坐像中，明代皇帝的这些像啊画像，每个皇帝都有，全部都在台北。1849年初运到了台湾，随着文物从这边运走了。故宫博物院有两张是临摹的，就是民国时期有一个著名的女画家叫杨令福，她当年在紫禁城临摹的。故宫博物院有两张，一张是朱元璋的，一张是朱棣的吧，我没记错的话，就两张临摹非常好。2010年，我们搞永乐宣德文物展，还展出过，故宫博物院就两张，还是临摹的，原作都在台北故宫。啊，这像都比较大，高度有2米啊，2米。这一张呢，这就是王振啊，这个我刚才说这是有名的太监，明代第一个出名的太监就是他，但是不是好名声啊，王振。这是他的像的拓片，这是一个石碑，在哪儿呢？在北京东城区陆米仓胡同智化寺，现在还有这个智化寺，大家有兴趣的话，以后到北京啊，可以去这个陆米仓胡同啊，看看这个智化寺。这是王振的家庙，啊，王振的家庙，哎，智化寺现在还在，我去过，我去看过啊，我去看过。是英宗皇帝赐给他的家庙，著名的至正11年的大威德的相耳瓶，就上面有一个61个字，一个62个字铭文的啊，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经堂社奉圣弟子张文进啊，西舍香炉花瓶一副，七宝合家亲吉，子女平安啊，至正11年4月良辰谨记，兴元祖殿胡经一元帅打工。
一个61个字，一个62个字，就差在一个。至正11年四月良辰，谨记，谨慎的谨，谨记，记录的记。一个是四月，至正11年四月吉日舍，就在这差了一个字，其他的文字都一样。一个四月良辰谨记，一个四月吉日舍，差了一个字。这一个61个字，一个62个字。那阵儿向日平呢，听我们师父说，原来就是智化寺出来的。上个世纪初说是从智化寺出来的，那个时候比较乱，被卖掉了，被卖掉了。先到了香港，从香港又到了伦敦。大卫他不是一次买了两个瓶子，还是分两次买的，啊，才凑成这一对。不是一次买的两个啊，大卫德，啊，就是从这儿出来的。哎，王振的衣服上也有龙，看到吧，也有龙纹。朱祁镇呢被俘以后啊，他的弟子成王朱祁钰，1428年到1457年啊，朱祁钰与正统14年9月初6日呢即皇帝位，就是大明国都没有皇帝呀，啊，是吧？他哥哥被俘虏了，那中呢再找一个呀，那自然按照中国古代的这个立嫡立长，就那自然就落到了他弟弟头上，他弟弟头上，因为他儿子太小了，那个时候朱祁镇有儿子太小，那么朱祁钰呢就遥尊朱祁镇为太上皇，他就把年号改成了景泰，定一年，就是定明年第二年为景泰元年，啊，定一年为景泰元年。景泰完元年就是1450年八月的时候，秋八月，朱祁镇呢被放出来，被蒙古人放回。蒙古人本来是想拿他要挟大明啊，这个来榨取油水，最后啊也没看来也没怎么榨取太多，后来就感觉也没什么用了，就把他就放回来了，放回来。据说朱祁镇呢，当年在蒙古那边混得还不错，也是员儿。说是在边境上跟蒙古的官员告别的时候，还抱头痛哭啊，混到这种份儿上。从明史来记载来看，朱祁镇这个人呢，还是心比较善，心还是比较善。那么放回来以后，他弟弟啊当皇上当瘾了，本来他哥哥回来了，应该把皇位让出来，对吧？哎，他当上瘾了，也不让，不让呢，就把他幽禁于东华门外南宫这个地方，叫南宫，实际上就是现在的，大家去北京的时候啊，可以去看看，就是故宫东华门外边南池子靠北这边进去，游乐活动进去，那儿有一个普渡寺，现在还在这个建筑啊，普渡寺，我去看过两三次这个地方。很近，东华门走过去，东华门走过去就10分钟就到了，或者7、8分钟就可以走到。普渡寺，北京的好多指示牌上都写错了字，这个渡字啊，应该是普渡寺，应该是这个渡，或者好多人都写成了三点水这个渡。哎呀，这都是写错字，这就像过去我们经常见到的错字，宽渡春节，是吧？宽渡春节应该是哪个渡啊？宽渡春节应该是哪个渡啊？应该是这个度，但好多人都写成那个三点水的度了，经常是吧？经常这个度，这个度字经常用错，对的啊。那是渡江的渡，是吧？渡海的渡啊，欢度呢是这个度，这是度过的度啊。快乐的度过春节嘛，还不是那要坐船去渡海，是吧？哎，不坐船渡过春节，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字大家注意，经常会用错的啊。长达7年之久，被幽禁在那儿，就失去人身自由了。啊，那么景泰八年，就是1457年正月17日，景泰帝病重，将军、武将啊，石亨、官僚徐有贞等勾结宦官曹吉祥等发动政变，拥朱祁镇复帝位，改年号为天顺。朱祁镇啊，又复位了。把年号从景泰又改为天顺，所以明代历史上唯一的一个一辈子当过两次皇帝的，就是这个朱祁镇。朱祁镇，因为当时是夺东华门入宫，天不亮了，他们就跑到东华门那儿，
东华门关着门了，门卫就问谁呀、啊？说太上皇来了。本来是不开门的，一听太上皇，然后门卫就打开门了，他们就进去了，直接就奔了这个奉天殿，啊，所以这叫夺门之殿，就是夺东华门而入紫禁城，这叫夺门之殿。英宗复辟呢，也称南宫复辟，就是刚才讲那个普渡寺那儿就是南宫，这也叫南宫复辟啊。因为他被当时被幽禁在南宫嘛，就是现在的东华门外普渡寺嘛，是吧？所以也叫夺门之殿，也叫南宫复辟这件事情啊，就是这就是现在的普渡寺啊，这是我拍的啊，以后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东华门外边很近的啊，但是在北边这边往东进去一个胡同啊，有写的呢，这普渡寺这个地方这个写对了。南池大街这个标志，这个牌子，路边的牌子写错了，就写成三点水的渡，啊，这儿写对了，普渡寺大殿，皇家建筑。英宗复辟后，曹吉祥、石亨等因为雍迎复辟啊有功而受到英宗的重谢，权势日重，这些人，二人呢遂相互勾结，图谋叛乱，阴谋暴露后。叛乱被平定，石亨被抓死于狱中，曹吉祥被抓遭凌迟处死，这够厉害的啊！所以历史上把这个事件呢叫做曹石之殿，曹吉祥、石亨。由上述可知呢，土木堡之殿呢，英宗啊，朱祁镇被俘，明代同治集团内部接连发生南宫复辟和曹石之殿，这说明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明代自进入中期开始啊，进入中期开始，国力遭到很大的削弱，它的统治呢已经不稳定。明代比较强盛的时期就是永宣时期，宣德以后看来这个就开始啊，国力遭到很大的削弱，所以政局不稳呢，可能是导致这三朝御窑瓷器厂不便署年款的根本原因。这个呢？也为后人研究这三朝瓷器带来困难，不出款给研究带来困难。这明代瓷器这个书款，我后边还会提到。洪武时没有的啊，这点一定要记住。洪武时候御窑瓷器不出款，不属正规年款。从永乐开始属正规年款，但是永乐御窑瓷器上。只有部分属正规年款，啊，大部分是不属款的，有一部分属款。宣德的御窑瓷器上基本上都是正规的开始属款。那正统景泰天水大陶又不属款，成化开始又属正规年款，啊，一直到万历御窑瓷烧以后就又不属。又没有了，所以关于明代这个御窑瓷器这个年款啊，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研究的一个方面啊，在明代瓷器研究当中，大家要把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很重要的这个，对于我们研究这三朝瓷器很重要。我们师傅的师傅，我刚才提到的崔庸周先生生前对明代御窑瓷器年款非常的重视，对他研究很深，他有。你看，他就把那个明代御窑瓷器的年款都编成了格局，对吧？这个很重要的啊。最开始发表的是成化跟宣德，成化是两个，还有天字款，一个六字款。发表以后呢，特别港台地区很重视，他们感觉这太重要了，立马就转载，给予非常高的评价。如果你把明代御窑瓷器这个年款掌握以后，你就可以掌握一个非常有效的鉴定手段。郑老总结的有五个口诀，大家有机会可以把它，有兴趣可以把它看一看，一定要理解。其中的永乐款的口诀还是我发现的，2003年的时候，故宫博物院呢搞过一个纪念崔庸周诞辰110周年的一个展览，就是崔庸周捐献瓷器展精品展，我主持的大纲也是我做的。当时他的儿子孙红旗啊经常跟我接触，我就说我们要出版这个展览图录。我说听耿先生说孙老的毛笔小楷写得很漂亮，我说你父亲有没有留下些手稿，他说家里有一摞，
我去拿去拿着我看看，我挑几张搁在图录上啊，发表一下，让大家欣赏欣赏。那没问题。有一天到办公室，抱着一摞手稿，我翻翻翻，成化款啊、宣德款这些口诀都在里边。哎，我翻着翻着出现一个永乐款的口诀，谁都没有提过。我一看四句话很重要，后来就在这个展览的图录《孙英州的陶瓷世界》里边首次给他发表。你看他永乐款一个，宣德一款一个，成化款一两个，还有个正德款，五个口诀。这个大家可以将来我都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啊，可以找来看看。永乐款的口诀就是：永乐篆款确领先，印刻暗款凸凹全，压碑青篆在内心，不是确知不敷衍。宣德款的四句话就是：宣德年款四句话口诀，宣德年款变气神，楷刻印篆暗阳阴，横竖花四双三五，进堂小楷最超群。成化款是受到大家评价最高的，成化款的口诀六字款：大字尖圆头飞高，成字铁硬直捣腰，画字人画平微头，智字一横小月刀，明日摆平连肥胖，成字一点足尖腰。这是六字款。成化有天字款：天字无栏却为观，自身云猛在下边，康雍前方非技巧，自出云淡望上翻。还有一个最后就是第五个，就是正德款。大字横短头飞高，明字日月平飞腰，正字底中三横平，德字西端是自小，年字横画上对短，字字一横小月刀。五个口诀，大家把它，其实它是合辙押韵的，朗朗上口的，把它背下来，还要理解每句话每个字的意思，你把它掌握了以后，就可以掌握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奠定的手段。啊，这个大家有机会可以把它，有兴趣可以看一看。人祸，天灾人祸。第三个，我们再介绍一下景德镇明代次要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的正统景泰天神三朝御窑瓷器。那么，1988年11月，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在珠山这个地方啊，实际上是个水叫山，珠山实际上就是一个土丘啊，原来景德镇市政府所在地。明清御窑遗址就在这儿。珠山以西明代玉器厂遗址西墙外的东司岭发现一个巷道，巷道中堆满了瓷片，在成化朝堆积层，为什么叫知道是成化朝啊？都有款啊，大明成化年制款的这些瓷片，与宣德朝堆积层，为什么知道是宣德朝啊？都有大明成化年制款啊，这些瓷片上都有款啊，之间夹在之间的没有款，那就是空白器。这不明代天神的，所以宣德跟成化之间就是他呀，哎，堆满了瓷片，这就是所谓空白期瓷片的一个堆积层，发掘出土大量青花和斗彩瓷器的残片标本，其中尤为醒目的是正统朝青花圆润纹大缸残片标本，数量多达数吨，联合复原出的最高大者高75.5厘米，附径88厘米，形体之大。绝无仅有，我们现在展出的就是啊，有一件这个大缸就是这么大的，就是这个巷道，这是当年的发掘的情况，这里边全是瓷片标本。这是我拍的一张照片，就是2007年9月4号，我去景德镇市出差到他们考古所。当时一进院里啊，就是祥吉上弄，他的考古所在祥吉上弄，这弄就是那种弄堂嘛，上海是不是也叫弄啊？啊，北京叫胡同。祥吉上弄，祥吉上弄这个地方，考古所的院里，我一进去吓了一跳，满院子堆满了，摆满了这些大缸的正统的龙缸的瓷片。我就当时问那个所长，叫聂新所长，我说你干嘛呢？我说出土以后啊，我们复原了两个大缸，我们现在想看看能不能。再挑挑挑，再复原几只大缸。这个正统这个大缸啊，我你在1991年，我对他印象就很深。为什么呢？1991年呢，在故宫博物院那时候搞全国出土文物精华展，那时候连续搞过四期吧，四年。91年那一年的时候呢，搞全国出土文物精华展呢，就把景德镇出土的这个一个大龙缸啊，可能就是现在展出这个，当时没有修复，运到了。故宫博物院要展出，当时说呀、啊、太大，要在景德镇修复好了以后运不方便，太大了这缸，就说呢把碎片呢运到故宫博物院以后，在故宫博物院来修复，把它粘起来展出。
但是当时我们没有那么大的柜子，运来时间又很紧，就给你展了。给你展的这个东西呢，就放在一个木箱子里，就搁在我们的库房里。那时候还说了，要是故宫也没有这种缸，要能给故宫就更好了啊。但是最后因为各方面的原因吧，没谈成这个事情。过了两三年以后，刘庆元所长那时候给我打电话，就是要把这缸要回去。我带着我们陶瓷组的人，还有我们那个帮着抬的人，在文化店的库房里。当时这一个缸底，两个人都抬不动，很厚啊。非常重，后来还给了他们。他们回到岳飞井的这以后，把它修复了，可能就是现在展览这一件。所以91年对这印象就很深，就这个，啊，这个很重要的，这个龙缸很重要，就印证了我们前面刚才提到的明史的记载，啊，正统6年，三大殿复建完工，印告。这种青花白地龙缸，就这种。但是这种龙缸烧成难度太大了，因为它又大又厚，胎体又厚，很容易一烧啊就变形就开裂，所以废品率极高，所以才出现大量的废品。这一件呢，就是咱们现在在展出的啊，在现在在展示展出的这一件。这一件是他们给了北京大学赛格勒博物馆的这一件。我去北京大学赛格勒博物馆看过好多次这一，我每次去都拍一下照片，这都是我拍的啊。北京大学赛格勒博物馆，这件是高73，口径72.4，底径66.3，这是这次88年出土的。这批青花云龙纹大缸的出土呢，印证了文献记载，也就是说建文4年，大家知道朱棣呀，在南京称帝，改元永乐，改北平为北京。永乐4年下诏营建北京宫殿，并开始为营建工程备料和进行规划，他决定要迁都。永乐皇帝为什么要迁都啊？朱棣啊，他当皇帝之前啊，他燕王的时候就在北京，北平，就在北平，所以他对北平很熟悉，他也是，我估计他也习惯了这个地方的生活。习惯这个地方的生活，再加上这个位置，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啊。北平这个地方，因为那个时候大家知道最大的问题就是蒙古问题，是吧？哎，离着也近，所以说呢，他决定虽然在南京定都啊，明代，但是他决定要迁都。永乐15年正式动工营建紫禁城，永乐18年就是1420年紫禁城落成，所以明年是故宫博物院的一个节点。紫禁城落成600周年，到明年正好600岁，雄伟的紫禁城啊，明年。那么整个从动工开始到落成兴建紫禁城啊，动工开始到落成前后历时14年，永乐18年11月下诏迁都北京，19年正式迁都北京，19年春正月，永乐皇帝御奉天殿接受朝贺，大宴群臣，就是现在的太和殿啊。但是北京宫殿刚落成1年，刚满1年，永乐19年4月，外朝的奉天、景深、华盖3殿即遭雷击起火焚毁。雷击着火以后，整个烧毁了，一直到正统5年2月才开始重建这3殿。此时，距三大殿火灾已经过去了多少年？19年。才开始重建，正统6年9月，三大殿呢重建完工，所以就开始明史上就记载，命造九龙九凤善按朱器，即又造青龙白地花缸，就是这个大龙缸。啊，王振一位有问，迁锦衣卫指挥帐提督官、侍中官往都更造。王振嫌呢，王振的嫌烧出来的缸啊有问有裂，啊，就是派官员过去监督烧造。与这个龙缸一同出土的还有青花缠枝花卉纹、花棱双耳瓶、缠枝莲托、八吉祥纹碗、海涛纹盘、瑞兽莲池纹盘、海水纹、高足碗、云龙纹盘、龙涛纹盘、海马纹、四蒲首器座等。这个器座现在也在展出，是吧？哎，比较大。这些器物呢，为研究正统朝御窑瓷器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你看，这就是
高毒丸通体化的是海水门，这种情况也不多见啊。88年出土的，从出土的这批正统朝御窑瓷器看，尽管有一部分和宣德朝御窑瓷器风格一致，但多数仍具有自己的风格。比如说青花缠枝莲纹双耳瓜棱瓶，现在也在展出，是吧？啊，它的造型为正统时所仅有，其他朝没有见过。因为明代御窑瓷器有些造型是好多朝都在烧的，但这个呢，就是鉴于正统朝。还有青花缠枝莲头八吉祥纹，虽为明代瓷器上的常见纹样，八吉祥就是人罗伞盖花冠衣裳。我主张叫八吉祥，有人给叫八宝啊，叫八吉祥更好。藏传佛教的八种吉祥物。轮罗伞盖花冠鱼裳，我们上海博物馆的陶瓷部的周丽丽老师原来还专门就这个写过论文的，啊，瓷器上的八吉祥纹，在上海博物馆馆刊上连载过，你们可以找他看一下，啊，他就考证了他的历史演变，从元代开始，你们找着可以看一下周丽丽老师写的啊。那么正统朝御窑瓷器上的鱼呢，画成单鱼，其他朝一般的都画成双鱼，这个鱼。轮罗伞盖花冠鱼裳当中这个鱼，其他朝一般都是两条鱼，正统朝呢它画成一条鱼，加上尼龙板，你们可以看看啊，这个瓶就是正统朝独有的，其他朝没有烧啊，瓜棱的啊，它身子是一道棱的凹进去的，双耳瓶。那么2007年9月。随着景德镇旧城区改造，昔日曾为元明两代窑业中心区域的戴家弄，这个地方弄就是这种古董啊，澡堂工地一带出土一批红白漆青花瓷器，主要是盘碗高足碗等均成套烧造，而且有瑕疵，属于落选品，就是没有选上的次品，装饰云龙云凤等图案，其风格为此前所不见，清宫旧藏瓷器中也没有与此相类的。经过比对发现，湖北地区明代藩王家族墓出土瓷器中，就是现在我们展览了很多湖北地区的，有与戴家弄出土的这批瓷器风格类似的，因此呢推测这批瓷器与明代藩王府关系密切，应该是为湖北藩王府定烧瓷器中的落选品，就是2007年9月戴家弄这个地方出土的一批，主要是盘碗高足碗这类东西。那么这是2007年出土的，2012年10月18日至12月8日，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趁着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举办填补空白景德镇明代15世纪中期瓷器展的开展的机会，汇集澡堂工地，就是戴家弄澡堂工地出土的这批瓷器，在这个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举办了一个展览，叫填空补白。香港那个叫填补空白，它这叫填空补白。明代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官窑瓷器特展，当年我正好去深圳出差，我还看了这个展览，就这一批东西，啊，就跟明代湖北藩王府出土的这个风格非常接近，说明藩王府这批东西很可能是在戴家弄这个地方的瓷窑上的，澡堂工地上。2018年10月18日到12月8日，在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举办的这个展览，这是盘，这是那个九盏托，这是高足碗。这个九盏托跟洪武的还有点风格一样，这样起一个浅槽，看到吧？这个也是戴家弄澡堂，这个就是现在正在展出的天顺年制，这个是吧？天顺年制现在在展示展出的，这是2012年展览的，在深圳展览的这批东西啊。那这是属于天顺纪年的，但是它不属于正规年款，知道吧？哎，所以说呢，没有发现正规年款这三朝。正规年款是什么？大明天顺年制这，或者大明天顺年造，或者天顺年制、天顺年造这一类正规年款。那叫正规年款，这种不叫正规年款啊。据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江建金所长介绍，那么2014年为配合景德镇市珠山龙珠阁北卤保护房改扩建工程，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对保护房改扩建区域进行了抢救性的考古清理，清理面积大约是500平方米，
就这一笔，啊，这是2014年到了，就在中山这儿，北鲁这个地方，啊，从对所部探沟清理情况看，这一处窑业堆积呢，窑业遗存堆积呢比较丰厚，出土遗物有明代宣德、空白期、成化、弘治、正德及清代同治、光绪等各时期的御窑瓷器标本。按照考古地层划分，在距地表285厘米至420厘米处的第八层被认确认为是明代空白期地层，而且以这一地层的窑业堆积最为丰富和重要。据此呢，陶瓷界对所谓空白期瓷器研究呢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2014年这次考古发掘，然后到今天也过去了5年了。这次发掘这批东西非常重要啊，应该说把正统景泰、天顺镇这三朝瓷器的研究能往前推进一步，就这个，看到吗？这个是画阴气图，就当时的揭露的考古发掘揭露的情况。那么2018年，这是2014年发掘的。2018年5月18日至6月17日，在故宫博物院呢，就举办了一个明代正统景泰天顺御窑瓷器展。这当时也是我主抓的啊，这故宫博物院与景德镇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首次向公众公开展出2014年出土的这批瓷器，首次成批把它公开展出，就是2018年，去年。就是在故宫举办的展览的这个展示的内景一角啊，那这个大坛子现在也在我们这儿展出，是吧？这里边好多东西现在都移到这儿来展出了啊。当然到上海来展之前呢，在香港又在故宫展完了，上去了香港，到香港展完了以后，这现在再带我上海展啊，就是2018年9月1日至12月6日，填空补白，还叫这个名字，填空补白。考古新发现明正统景泰天顺御窑瓷器展在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开幕，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我去过2-3次吧，这个收藏中国的文物也是非常好的啊。这个馆康熙万寿大尊他那有一件，也是一个私人捐赠的，原来把它当成是假东赝品啊，那个万寿的大尊86米高那个，啊，不是2015年拍卖过一件吗？就是上海的刘一谦买的那件，香港佳士得6000多万港币买的，那是在社会上流传。故宫博物院有一件，南京博物院有一件，香港中文大学有一件，完整的都是啊，康熙万寿写满10000个寿字的醒花大尊，他这有一件，啊，那就是拍卖那一件。后来去年又出现一件。现在是几件了？5件了。据说美国还有一件完整的，现在知道是6件完整的康熙万寿字大尊。北京出土有瓷片，所以我们现在推测康熙万寿尊呢，当时叫万寿尊，可能烧着9件。中国人都以九日阳寿最大，应该给康熙皇帝祝寿的。这次在香港展览呢，就是去年9月1号到12月16日。展出了158件套御窑瓷器，就是这个时期的。这些展品呢，主要是2014年考古新发现的空白期的这个瓷器的残片，或者是修复件。就是在香港中文大学展览的这个海报，这个盘子现在正在我们这儿展出，是吧？取的这个龙的图案，还有气势这个龙。这是在香港展出的展示。它这个器物的这个台座都很高，你发现没有啊？那这个布陈是这样的形式。那么据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江建新所长介绍，由于这个地层出土空白期瓷器特征明显，根据类型学比较呢，这些瓷器大概可以分为2类。第一类就是与宣德朝御窑瓷器风格较相近，第二类呢就是与成化朝御窑瓷器风格相近。第一类瓷片标本所绘纹是以瑞兽海水瑞兽纹最为常见，所示瑞兽数量呢不一，最多可达9种，有
七种，有八种的，最多可以达到九种，有六种的，基本上都是按照《山海经》一书记载描绘而成，借由应龙、天马、文妖鱼、海象、海兔等。这九种青花瑞兽纹，有的叫不上名字啊，与宣德朝御窑瓷器上的同类纹饰非常像，很像。所以说对于这一类的瓷器啊，现在目前我实际说也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就是宣德啊，来不避开这些观点啊，有的认为是空白器的，这是我具体的认为，拍的他们当时在要修复都摊在桌子上，这就是画这种海水瑞兽纹的2014年出土的多了这些标本啊，我们展出只是冰山一角，全是，这都是我拍的2014年出土的这些东西啊，也有的他们这样，有的是刚站成这个程度还在慢慢找呢，这个非常费劲的，他在桌子上去找吻合的这个片儿，有的就像大海捞针一样不容易的把它修复起来啊，就摊在桌子上一点点找，很壮观的，这就是你看这种就是缺，这还在慢慢找呢，就是画海水，看到吧，海水有人叫海怪，我一般叫海水瑞兽，你看这就是九种画最多的，这个也在展出吧，这画九种海怪，2014年这批没款啊。在所绘海兽纹中，以应龙纹呢最为多见，应龙形象为双脚五爪双翅，就有两个翅膀。那么近代啊，郭璞传的山海经卷14大荒东经记载说，大荒东北域中有山名曰匈离土丘，应龙出楚南极，加了括号注释：应龙，龙有翼者也。什么叫应龙啊？就是有翅膀的龙，带翅膀的龙叫应龙。杀蚩尤于夸父，还加注：蚩尤作兵者，不得复上。应龙随住地下，故下数汉，尚无复作鱼者故也。汉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禹。今之土龙本此器，应自然施感，非人所能为也。这是《山海经》的记载，应龙。由此可知呢，应龙在干旱天气可以求得大雨。就是应龙，看到没？带翅膀的，要用，也叫翼龙，翼就是翅膀嘛。这是大花盆，这个我们现在也在展出啊。这个就是更清楚一些，你看这龙带翅膀，带翅膀。就是应龙2014年出土的，还有天马纹，系所绘瑞兽中的一种，形似犬，黑头，有装饰。宣德朝与空白期瓷器上都有装饰。山海经啊，卷三北山经载说，北山经之首曰丹湖之山，多积木，又东北200里曰马城之山，其上多纹石，其阴多金玉，有兽焉，其状如白犬而黑头，见人则飞，沿肉翅飞行自在，其名曰天马，其名自叫。山海经对这个天马的这个记载，这种天马呢，在明代被视作类兽，成书于明代万历35年王琦及其子王思仪撰的《三才图会》鸟兽卷之34天马图说，天马图说明文字曰说，天马马成山兽，这也是从山海经上来的啊，这个状如白犬，黑头，见人则飞，故有翅翼，名曰天马，其名自呼，这写成自呼，那是自叫，见则丰壤，这个壤啊，和木边加个香，乃丰盛之意，就是认为啊，天马出现就会天下太平，五谷丰登。那这是天马，这也是2014年出土的一个碗，上面绘的也是九种，这个形象，
两个肩膀这个地方长出这种椭圆状的啊，或者翅膀，动感很强烈化的。这头是像狗是吧？这是《山海经》上面，也是有翅膀。鹅摇鱼，鹅摇鱼呢，身子像鲤鱼，鱼身而鸟翼，有这个像鸟一样的翅膀。所以《山海经》卷二《西山经》曰：“西山经，华山之首，越前来之山，其上多松，其下多喜石，又西180里，越太气之山，观水出焉。”溪溜注于流沙，是多文摇鱼，状如鲤鱼，鱼身而鸟翼，苍文而白首，赤喙，常行西海，游于东海，以夜飞，其音如鸾鸡，其味酸甘，食之以狂，见则天下大攘。就是看见这种东西，就天下就丰盛，然后就丰盛，也是这个吉祥之兆，要见到。您在呢罗院撰写的《尔雅义》当中呢，也提到卷30啊，是鱼之摇当中提到说，文摇鱼出南海，大者长齿鱼，由赤鱼尾鳍，一名飞鱼，群飞水上，海人后之，当有大风。吴都赋云：文摇夜飞而触人视也，人就是钓鱼的那种线啊，鱼线。西山经曰：摇鱼状如鲤，鱼身鸟翼，苍文，白首赤喙，常通西海，游于东海，以夜飞，音如鸾，见大攘。这是文摇鱼，海怪当中海兽当中一种，这就是文摇鱼。我们放大一点看，这是看到身子像鲤鱼，对吧？这一件也在我们展出，这我很多年前我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就注意到这一罐子，这就是文摇鱼，看到吗？这里边也是各种海兽，这是画的像兔子，你看，这就是文摇鱼，这个画的比较大，比较清楚啊，它是青花海水白的这种海兽，正好这次也把它接来展出了，放大一看就这种，看到吗？确实身子像鲤鱼。那么对比观察可以发现，2014年举的这是珠山龙珠阁北鲁所为明代空白基地层出土瓷器上的海兽纹，明显带有宣德朝御窑瓷器上的铜人纹饰风格。宣德朝御窑青花碗盘、高足碗、高足杯、蟋蟀罐等器物上常见海水瑞兽纹、异兽纹，其中的天马纹便与2014年出土瓷器上的天马纹风格相似。因此呢，2014年出土的青花海兽纹瓷器是受到宣德朝御窑瓷器上的铜人纹饰影响，应该属于正统朝御窑产品。应该属于正统。当然，现在我们有时候比较保守，都标个正统到贴顺，实际上这里边还可以再细分。第二类遗物呢，主要有青花祥云锥拱龙纹碗盘、高足碗，还青花海水龙纹碗盘、高足碗，青花英系纹盘碗、高足碗，青花团花纹碗盘、高足碗，以及梨形壶、长镜瓶等，还有青花双狮气球纹盘等，这类瓷器的胎釉、青料、纹饰等与第七层出土的成化朝御窑瓷器风格相似，因此呢，这类瓷器呢，应该基本都属于天顺朝御窑产品。这一时期的民窑瓷器也不乏精美之作，且所谓纹饰颇具时代特征。比如说，我们这次展出了应该说这时期民窑瓷器，我们这次展出的量是首次展出空白机这么大的民窑瓷器量，还是首次的。比如说正统朝是借了很多家的博物馆的这个藏品，比如说正统朝包括故宫博物院借的比如说正统朝青花大罐或梅瓶上的孔雀牡丹纹，天顺朝青花大罐或梅瓶上以大片云雾幻景做陪衬的人物故事纹等，所画人物呢潇洒飘逸，犹如在仙境中漫游。你看那个人物穿的袍子，系袍子那个带子，包括帽子那个帽，系帽子那个带子，都是飘起来的，都是迎风在飘，都是画成这种动感很强啊，大片的云雾幻景雾气缭绕的，好像在雾中云仙境当中漫游。
那么从考古发掘出土实物和传世实物看，明代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的瓷器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个，我归纳一下，产量大，质量精。由于以往人们将这三朝称作中国明代瓷器发展史上的空白期、空白点、黑暗期等，可这些词儿用的啊，都给人这样呢，就给人造成一种影响。什么影响呢？一提这三朝瓷器，给人的感觉是似乎就是没烧造多少瓷器，而且即使有，它的质量也不会太好。你看空白期、黑暗期，就是这些词儿，是吧？但是传世品和景德镇市诸山明代玉器厂遗址及他处墓葬遗址出土实物标本均表明，这三朝无论玉窑还是民窑的产量均很可观，而且质量也不太差。第二个就是宣德朝和秦化朝玉窑瓷器厂均普遍属正规年款，我刚才讲到这个问题了。这一制度的实施为研究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瓷器提供了难得的一个条件，因为他们属款。由于宣德朝结束后就是正统朝，天顺朝结束后就是成化朝，因此呢，正统朝的瓷器必然带有宣德朝瓷器的遗风，这很自然的啊，带有宣德朝的遗风，而成化朝的瓷器必然带有天顺朝瓷器的遗风。既然如此，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对吧？既然如此，那么对于这三朝瓷器年代确定的原则就应该是与宣德朝瓷器风格相似但又不属正规款、正规年款的瓷器，是不是可考虑是正统朝的产品？反之，与成化朝瓷器风格相似而又不属正规年款的瓷器，是不是可以考虑为天顺朝的产品？这是顺理成章的。推而论之，既有正统朝瓷器风格又兼具天顺朝瓷器风格，而且不属正规年款的瓷器，就应该考虑是不是景泰朝的产品。当然这个是说起来容易，要做起来也不是个简单的事情，尤其是景泰这一朝的瓷器的辨认比正统天顺朝瓷器辨认难度要大得多。试想，如果宣德和成化朝瓷器也像正统景泰天顺朝瓷器一样都不属正规年款，那一定会对辨认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瓷器带来更大的困难，对不对？带来更大的困难。好在这两朝瓷器都属正规年款。第三个就是这三朝尝试制作大件器物，但成品率不高。这三朝的大件瓷器呢，主要产于正统朝。从对景德镇市诸山明代玉器厂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所获得的实物标本看，主要有我们这次都展出了，都看大家都看到了大龙缸、大花盆、大绣墩、大盘等，对吧？特别是大龙缸、大花盆、大绣墩，其形体之大，在整个明代可谓绝无仅有。大盘子也有达到80厘米口径的，啊，可是明代烧这种大盘子，在就是嘉定时期，黄地儿青花和白地儿青花有80厘米大的大盘口径。由于大件厚重器物的成型和烧成难度都很大，致使废品率非常高，传世品中所以很少见。当时烧的数量是不少，但是废品太高了，成品太少了。景德镇诸山出土有数吨正统朝青花海水鱼龙大缸残片，最终只复原了两件，就是我刚才给大家放的图片，对吧？这是大花盆，就是2014年出土的。这是刚才刚现在在展出的这个中竹梅镂空的这个非常复杂大绣墩，高48厘米啊。这是这个方胜啊，这个图案叫方胜，两个菱形啊交叉在一起叫方胜，面上也是结带方胜，有这个彩带大绣墩，高48厘米。这个是狮球图的大绣墩的面儿，画的非常好，双狮细球，中间这是一个绣球，动感非常强烈。这是大绣墩。第四个就是纹饰颇具时代特点。这三朝玉窑瓷器上的纹饰呢，既有与宣德成化朝玉窑瓷器上的纹饰相似的，也有具有本朝特点的。具有本朝特点的，比如说如我前面提到的，我举几个例子。第一个就是藏传佛教八吉祥中的鱼画法特殊，
在三朝瓷器青花瓷器上，人螺伞盖花花鱼肠等花种异常物中的鱼有化成单鱼的，而其他朝代一般都是化成双鱼。这个碗现在在展出，这就是长治连图阿迪钱，这是莲花，这是鱼，你看鱼是不是单鱼啊？啊，一条，其他碗一般都是两条。现在还在展出的这些也很重要，大阪市立中央陶瓷美术馆正在展出在这展室里边，你看这也是单鱼，看到吗？哎，跟您的出土这个碗上面画画是一样的，都是单鱼，说明这件器物啊应该也是正统的单鱼，看到吗？啊，我们看看宣德的，这不是是不是啊？这是双鱼，看到吧？嗯，这是宣德有款的，你看它画成双鱼。那我们再看看成化的，成化斗彩折枝莲头八吉祥上面的鱼，这也是双鱼，看到吧？啊，也是双鱼。另外就是成批出现单独以海水纹做主题纹饰的御窑瓷器，其他朝代呢一般都是海水与龙啊瑞兽等相伴，或单独将海水用作边饰。我们看见有宣德朝青花海水纹扎斗，腹部以海水纹装饰，颈部呢画的是蕉叶纹。哎，正统时候呢它整个器物不画别的，全部都是海水纹，很少见。第三个就是松竹梅虽然三有从海水怪石当中长出，这个也非常少见，其他朝代一般都从地上长出，或者以折枝形式表现。松竹梅四寒三有，所以这都是比较特殊的，值得我们关注。你看，整个就是以海水作为装饰的，是吧？刚才我们看到还有高足碗，这是盘子，全部都是海水。你看，这个是宣德的，它海水只是腹部有海水，但是用颈部都是蕉叶。它不是颈部也不画海水，是吧？哎，它不是整个全是海水，它这种东西都是海水。这宣德有款的，你看松竹梅，从怪石海水里边长出松竹梅，其他朝代真的几乎没见过有这种画法，哎，非常有时代特点。其他朝代一般都是从土里边，从你看。从坡这种坡地里边，这是宣德的松竹梅，看到吧？从坡地里边长出松竹梅，最海三有。这是宣德有款儿，这是故宫博物院藏的。你看成化也是这样的，从坡地啊长出松竹梅，看到吧？这是成化的，它是故宫藏的。第四个就是大量出现团花。也叫皮球花纹装饰，明代洪武永乐宣德朝御窑瓷器上很少见有皮球花纹装饰，从化朝御窑瓷器上才比较多出现这种团花装饰。你看，这就是这个2014年出土的，整个就是这个、就是、叫也叫皮球花，像皮球一样，是吧？叫团花。我们这回展览不少这种器物，对吧？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是很重要一个特点。你看这么办？以前一般来讲，明代御窑瓷上主要从成化开始大量出现这种团花装饰。你还有这种梨形直壶，这都是团花皮球花。那成化，这是成化的一个青花的，这种图案呢，一般叫伊斯兰风格的啊，伊斯兰风格。刘轩辕先生在世时候，这叫阿拉伯花，伊斯兰风格的。有人也叫轮花，像个车轮子，这是成化的，这是故宫博物院藏的啊，这有款儿。你看，景德镇出土过这种皮球花的，看到没有？这有成化有款儿，看到吧？成化它是有款儿的，大明成化您这款儿的，对吧？刚才看咱们前面看的这个，你看跟这个碗很像，这是没款儿。成化是有款的。第五个就是大量出现海水龙、云龙、海水瑞兽纹装饰，是这个时期瓷器上御窑瓷器上一个很重要特点。为什么是这样的？我们推测可能是与这或许啊与这三朝天灾人祸不断有关系。人们希望借助龙和各种瑞兽来驱邪、消灾、避难、祈福，可能有这种心理，靠这种龙和各种神兽。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香港中文大学那个展览厅海报就用这条龙，这条龙动感特别强烈，是吧？现在在展出呢，这是在故宫展出的时候我照的，我拍的。第六个就是正统朝非御窑青花罐上大量出现孔雀牡丹图案，罐的造型、纹饰、画法以及底足处理工艺，明显带有元代青花罐的风格。究竟是什么原因？这个大家值得关注。这与正统朝蒙古瓦拉部不断侵扰，正统十四年发生土木堡之变，致使英宗朱祁镇被俘，有没有关联？值得我们深思。而且有点复古的风潮，就是有点元代风格，就是不是御窑瓷器上的，就是民窑瓷器上的。你看，这是元代青花的一个孔雀牡丹的一个罐子，这是大英博物馆藏的，这件很有名啊，制正类型的，非常漂亮。牡丹带暗刻线条，金脉，你看，这个就是香港天地罗藏，现在也在展出，对吧？也借来了这次，那它又明显带有元代的风格，看到吗？造型也好，画法也好，这也是孔雀牡丹，都是孔雀牡丹，看到吗？明显带有元代的风格。你再看看它的底足，也就追求元代这种糙。你看，这是元代的青花罐的底足，这是正统的孔雀牡丹的这种罐的底足，哎，都有跳刀痕，你看没有？很相似风格。哎，这是一个什么原因造成的？那么，跟王上先生在《明清瓷器鉴定艺术》中谈到，这三朝瓷器所具有的元末明初的回光返照特征，同行中通称之为老大明。啊，耿先生早就关注到这个问题，你可以看看耿先生《明清瓷器鉴定》啊，就这么说的。这三朝瓷器所具有的元末明初的回光返照特征，同行中同称之为老大明。第五个，关于这三朝御窑瓷器上不属正规年款的原因，有人认为呢，与年号更换频繁、宫廷例行节俭等客观因素有关。说这一时期呢，玉器厂纪年款制的书写尚未形成定制，故而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呈现出没有玉器厂纪年标准器的状况。我对这个观点呢，我不太赞成啊，因为明代御窑瓷器上出正规年款，早在永乐朝就已经成为常态，但是不全属年款。宣德成化朝御窑瓷器上基本形成定制，规定必须属年款。那么，景德镇陶瓷陶研究所蒋锦新所长呢，也认为呢，正统皇帝九岁登基。我这写错一个字，登基时还非常年轻，他的母亲张太后担心他学父亲会玩物丧志，大家知道宣德皇帝被说是蟋蟀皇帝嘛，爱玩，爱玩斗蟋蟀，啊，斗鹌鹑等等啊。那么张太后呢，担心他学他的父亲会玩物丧志，就把宫里玩好玩的东西都打掉，希望正统皇帝可以向洪武皇帝学习，效仿先朝简朴。摒弃父亲那一代的奢侈之风，后来就不写款了。这是张野清先生的一种，这也是一种观点啊，为什么不出款啊？这似乎也可以聊备一说，但是理由恐怕也不足够充分。因为正统皇帝朱祁镇如果真想在烧造御用瓷器方面节俭，那就不应该大量烧造制作难度很大的这种青花云龙大缸。虽然流传至今的传世品凤毛麟角，比如说上海博物馆收藏的这一件啊，就是我们现在在展出的，但是景德镇珠山明代玉器御窑遗址出土瓷片标本数量非常惊人，这是咱上海博物馆这一件啊，在展出这一件，胡头一件是捐献的，这是我刚才提到的啊，这个这么大，这还节俭呢，是吧？这个要花多少钱来烧啊？私人手里有这么一块标本。就是北京出土的，哎，一看好像这是正规年款，对吧？我刚才不是说没有吗？大明正统、大明景泰、大明天顺，哎，这是大明天顺年制，这确实是出土的，东西是没问题的，东西是没问题，不是绝对不是新仿的啊，没问题。
这个品种呢很少见，撒蓝地儿，孔雀绿彩带锥拱的鱼龙纹。成化有这个品种，嘉靖也有，嘉靖也有盒子，有盘碗，里边还有锥拱的鱼龙纹，按刻叫景德镇叫锥拱，锥子拱出来的一个提手加个拱，叫锥拱。这个款字啊，我仔细的看了一下，我感觉这不是天顺本朝。这个款字明显带有明代中晚期的御窑瓷器款的风格，啊，这是我的一种观点啊。这是嘉靖款，这是这个款，它明显带有明代。你看，尤其这名字，你看这写法啊，尤其在明放个大字，明显带有明代中晚期的风格，啊，不是天顺本朝，很可能就是嘉靖这一朝，这是我的一种看法啊。第六个就是通过类型学比较研究，有助于人们对一些附属正规年款瓷器的年代进行重新的审视。以往呢，由于考古资料限制，人们对于这三朝御窑瓷器认识不清，所以也只能将风格类似，那时候没办法呀，也只能将风格类似宣德朝御窑瓷器者定为宣德御窑产品，将风格类似成化朝御窑瓷器者定为成化御窑产品。今天呢，大量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应该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啊。还这三朝御窑瓷器本来面目，例如故宫文院收藏一件斗彩满池焦图的公碗，就是现在在展出的，也借来的这一次不属年款，它的年代一直被定为成化朝。那么2016年5月16日在中茂盛嘉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举行的春季拍卖会上，也拍卖过一件这种图案的顿式碗或者撇口的不属年款，它的年代也当时被定为成化朝。1988年呢，景德镇珠山西侧明代御窑厂遗址出土了这种木碗的半成品，成品残片，有半成品也有成品，系与正统朝的云龙纹大纲一同出土，就是这一件，非常漂亮。现在也借来的这次，包括景德镇的对比的在那出土的啊，修复的对比展，有半成品，有成品，啊，没款。过去故宫博物院这些东西一直是定为成化，啊，这是里边。这是外面没款，对吧？里边也是故宫写的那个资料号，那红漆写的，这个对瓷器没有伤害，一刮就能刮掉。这是2016年中茂盛嘉拍卖的，趸式，这叫趸式碗，不是撇口，也是这个图案。这种图案从元代就叫满池焦，啊，很好听。后来人们就喜欢叫鸳鸯卧莲、鸳鸯莲花。这是景德镇出土的这种碗的半成品，我们现在这次也借来再展出，半成品就是这个样子，半成品一样的。1996年呢，我曾经1996年我就关注这个问题，我曾经写过一篇小论文，在收藏家杂志上发表，1996年第二期收藏家杂志，您正统斗彩鸳鸯卧，当时我还可以叫斗彩鸳鸯卧梁纹碗考验。后来呢，我又见到景德镇明代珠山玉器厂遗址出土了这种属成化款的，对，有属成化款的话，这种图案的碗，也就是在碗的外底书有成化楷青花楷体，大明成化年制，釉子双棱款，外围青花双圈。我感觉这种正经不属款的这种碗，却应该是所谓共产主义，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就这个，啊，这是成化图案，完全一样，造型也一样，但有款儿。这是原始，啊，这有款儿。这是缺啊，缺石膏这是。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证明。但是近来呢，我一直也在考虑这种附属款的斗彩碗、焦土碗，究竟是正统朝还是天顺朝的御窑产品？上面我谈到，我曾经同意把这种碗的年代定为正统朝。是基于考古发掘成果，但从其胎釉彩灯特征看，似乎呢更接近成化朝御窑产品。考虑到人们曾一直将其年代定为成化朝，我刚才讲故宫那件这个碗一直定为成化朝，说明人们认为其在造型、胎釉彩和制作工艺等方面呢更接近成化朝御窑瓷器特点。因此呢，现在我认为啊，把它的年代定为天顺，是不是显得更合理一些？
否则的话人们为什么把它一直定为成化呀，是不是？我刚才讲成化是受天顺的影响这样延续下来的。那么经过仔细比较可以发现，天顺朝御窑烧的这种碗和成化朝御窑烧的这种碗在造型和纹饰方面有所区别。造型方面呢，这种成化朝御窑碗的圈足略高，而天顺朝呢御窑碗的圈足略低。纹饰方面呢，成化朝御窑碗的外壁纹饰不像天顺朝御窑碗的外壁纹饰那样画的接近口部青花那个悬线，特别靠近那个悬线。成化朝的这个画的这个离悬线有一定的距离。另外，成化朝御窑碗外壁近竹簇所绘人瓣纹的轮廓线，比天顺朝御窑碗外壁所画的人瓣纹的轮廓线显得更清晰。再有传世品中有主不熟年款的成化海水云龙纹或青花青花海水绿树纹盘碗，以往均被定为成化朝御窑产品。2014年呢，景德镇珠山北鲁呢玉器厂遗址呢出土了这大量的这类碗盘的标本残片标本。而我们检视一下可以发现，成化朝御窑烧到了这类器物呢属有正规年款，因此呢将这类不属正规年款的瓷器年代定为天顺朝呢似乎更合理。这类这是天顺的，这是空白期的啊，空白期的2014年出土的那块海水瑞兽那块，看到吗？那块那是俯视，底下是外景那块，这是成化的有块，也是海水瑞兽。这太平湖地方有块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说明。第七个就是考古发掘出土的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御窑瓷器的品种有青花、青花加泛红彩、矾红彩、青釉、白釉、白釉绿彩、豆彩瓷等，这里咱俩都有，是吧？品种还是不是仅仅就是青花，青花是最多的，品种还是比较丰富，对不对？主要是出土的很丰富，从传世品看还应该有季兰釉瓷、季兰釉白花瓷，也应该是这个时期。所以说从考古还有传世我们现在可以发现这三条瓷器品种也不是说真正的特别单一，就是青花还是比较丰富。你看这个罐子呢，就跟我们现在在展示的一个罐子一个风格，这个就应该是正统，这底下也有原青花的罐子那种特点，也比较糙。这是安阳博物馆的，安阳博物馆的带扶手啊，这个时期罐子在扶手是一个很重要的季兰釉，季兰釉，还有一件蓝釉白龙梅瓶，这个也在私人手里。过去呢，好多人把它说成是红武的，啊，说成是红武的，我认为这个也是正统的，包括底下这种特点，啊，应该是正统的。所以说呢，这个都是就是新丰富了我们对这三朝瓷的认识，品种的认识啊。那么综上所述呢，明代正统景泰天顺三朝，景德镇无论御窑还是民窑，不单没有停止烧造，而且产量都很可观，质量也都不逊于明代其他各朝瓷器。通过排比梳理可以发现，这三朝瓷器在造型、纹饰、制作工艺等方面均有特点，我刚才都说过啊，都讲过了。因此呢，这三朝瓷器堪称明代乃至整个中国陶瓷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目前对这三朝景德镇瓷器的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其实就是说仍有不少问题困扰着学界。我刚才前面提到，特别是景泰朝瓷器的确认面临很大的困难，面临很大的困难。当然现在我们有时候为了保守啊，就往往就标一个正统的天顺说明牌上，你看是吧？但是现在我感觉正统跟天顺呢，现在可以慢慢把它经过啊，再进一步的研究可以画的。但是景泰这一朝很难。那么我也深信，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增多和科学技术手段在古陶瓷研究领域的运用，人们对这三朝瓷器的研究呢，将不断的深入。那么这三朝景德镇瓷器的面目呢，也必将愈来愈清晰。最后就谢谢大家。再说两句啊，时间也到了，因为我一会儿2点钟的高铁我要回北京。
太忙了，现在能抽出个时间来让大家见一见，来做个讲座非常不容易。我刚才提到这三张瓷器实际上是明代瓷器发展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一环，而且研究的难度也是相当大的啊。我刚才讲的是我的一些体会，但是现在有些专家学者的观点是实事求是说也不太一样啊，也不太一样。这个特别是有的专家学者把这个时期有些不出款的东西，他们认为有的就是宣德的，有的就是成化的啊。这个现在的观点不一，就是因为确实难度很大。好在我们在座的也是藏龙卧虎啊，希望大家听了我这个介绍，能对你们能有所裨益吧。对于这三张瓷器研究，大家也可以结合着我讲的这个内容，你们进一步再看看很难得的这个展览啊。这个展览我感觉办得非常好，展览形式也非常好啊，有的把它成组的、同类的进行对比，你们再仔细看一看啊。希望借助大家的力量呢，把这三条瓷器的研究呢逐渐的往前推进啊，使它的面目呢，模糊的面目越来越清晰。我想呢，我今天这个讲座能对大家有那么一点点的在这方面啊，借助看看呢您进一步看这个展览能有所帮助，我想这个目的就达到了。也感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在他不对地方多多进行指正。非常感谢老师，因为时间限制，接下来我们可能只有一个名额进行提问，请需要请的观众举手示意。啊，因为时间太紧了，所以我们就回答一个问题。刘老师您好，你好，2010年的您的上次讲座没赶上，然后我是2015年在那个苏国听有机会听您的教诲，您是把那个明代的五个官窑的这个有些详细的介绍也受到非常大。然后呢，借着这个机会呢，有一个很简单的小问题请教一下，就是因为在讲座中谈到的有一些就是学那个元末明初的，说这个是老大，然后呢有一些这个官窑瓷发像。宣德的呢，我们呢可以把它定为是正，然后像那个成化的可以定为那个天顺。但是我想借这个机会请教一下，就是民窑的产品传世的这些瓷器，它的这个品类是确定的，像我们本地那些传世的民窑的瓷器的实验是怎么确定的？谢谢。好，这个问题其实很好。我们现在呢，对官窑瓷器的研究呢，可能力量更强一些。对民窑瓷器的研究呢，相对的可能弱一些，但是呢，也有不少人在从事这方面研究。刚才讲到的官窑瓷器研究呢，它有属，特别有属正规年款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便利啊，提供了一个便利。应该说，在整个明代的物质文化当中，明清时期，实际上我感觉陶瓷器的研究，现在来讲，应该说是相对来讲是最清晰的之一，相对来讲。比如说相对于景泰蓝，相对于漆器这些门类的研究，瓷器搞得还是比较清楚的。为什么？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明清的御窑瓷器一般都属有正规年款，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便利。大家知道漆器景泰蓝上也有书款的，但是它不是这么成系列，明白吧？哎，不是这么成系列。你包括景泰蓝，我就举个例子来讲，台北宫有一样盒子，底下写着大明景泰年制，是吧？原来都把它看成是景泰的，现在人们研究都认为那不是景泰的，都不是景泰的，那时候是极个别有书款的。所以说呢，瓷器是比较特殊的，特别是明清瓷器，在整个明清物质文化当中啊，我感觉是搞得比较清楚，就是借助于这一个有利的条件。刚才讲民窑瓷器的研究，实际上主要是参照的是御窑，主要参照御窑，因为民窑也不像官窑这么，御窑这么俗称叫官窑，在声明就带着它，俗称叫明清人叫官窑，实际上呢应该叫御窑更准确。包括我们将来大家写文章也好，写书也好，把它叫成御窑是最准确的。官窑可以不可以？我感觉可以，但是不那么严格，因为官窑范围太广了，太大了。而景德镇这个就是给宫廷烧的，所以叫御窑更准确。所以说呢，民窑呢，因为它是受到民窑有些风格，它是受到御窑的影响。虽然画的赶不上这种
玉窑，但是它受到它的影响，风格上呢，它还有一些相似的。所以说，刚才您提的问题就是林窑瓷器研究主要是依据的是官窑的研究，明白意思吧？就是玉窑的研究，还是我还是说官窑玉窑瓷器的研究，参照着玉窑瓷器的研究来进行年代的划分的，因为他们都有相似之处啊。所以说呢，当然相对来讲，林窑瓷器的研究难度可能比玉窑要大一些，这是毫无疑问的啊。再就是民窑呢，还借助于它不属正规年款，它有一些属什么呢？干支纪年呢还是有的，特别到了清代更多一些啊。什么就是这种中国传统的天干地支，像可以来属于丙午年制啊，比如说借助这些慢慢的把它。另外还就是它有些不属正规年款的，比如说有些供器啊，属供养款，那么它底下都有属于一个纪年，通过这些慢慢把它理清楚啊，它是这样的。所以民窑瓷器研究离不开玉窑瓷器。离不开玉窑瓷器的研究成果，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好，那些掌声，感谢老师精彩讲座。